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鸽子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迷你世界。我们今天呢来玩这个地图啊，它的名字叫做失忆的羽蛇神。我现在呢是变成了羽蛇神啊，我们看看作者大大给我们都准备了哪些道具。哇哦，这么棒的吗？我们先把这个道具先给它取出来，然后呢还有这个蛇神之翼啊，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呢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呢？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，不小心被鸽子哥哥猜中了，那你就给鸽子哥哥点个关注吧，因为哥哥最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了。我们现在装备有蛇神之翼啊，这个蛇神之翼可非常有意思，小伙伴们你们看好了哟。如果说你在新版本中装备了蛇神之翼，你是可以直接飞起来的，不介于其他工具。我们先来一个助跑，助跑了以后你瞬间起飞，然后不停地摁着起跳键，我们就可以直接飞到天空。小伙伴们你们觉得这个蛇神之翼棒不棒啊？看到这里了，小伙伴们你有没有给鸽子哥哥点关注呢？听说呀，聪明的小伙伴都已经点关注了，而不聪明的小伙伴呢却还在犹豫。小伙伴们你们看这个样子的羽蛇神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它像一条龙呢？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？我觉得这个样子的它真的好像一条龙啊。我们来试试这些装备的威力啊，羽蛇神扔回旋镖，哦，这种场面你们肯定没有见过吧。我们来把这个好一扔出去，然后这个就瞬间就回到了我们手里。我们来试试作者大大给我们准备的这个道具。哎，好吧，地图中没有人了，本来我还想试试它的威力的，那看来呢是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好吧，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记着啊，这个羽蛇神之翼如果你要使用的话，必须要一个起步的动作，就是先要跑起来然后再飞到天空。如果说我们不跑的话，就是没有一个起跑的动作的话，它是飞不起来的，你们看。但是一个起跑它就可以直接飞起来，非常有意思啊，这个蛇神之翼。